魔术眼量子提拉仪，市场唯一一款自适应智能 RF 聚焦射频的眼部面部抗衰美容仪器。其自适应智能 CMHZ 聚焦射频能量可根据不同操作者的皮肤阻抗而产生出最适合最舒适的热效应，汇聚世界四大顶级黑科技完美的融合。一，以色列 3D 自适应智能识别 CMHZ 射频技术，皮肤真皮加热，刺激胶原再生，使皮肤弹性逐渐恢复，达到长期减少皮肤皱纹的目的。二，瑞士技术生物因子抗衰精华营养液在线导入，深层导入功能配合专用护肤品，激发皮肤深层胶原再生，软组织重建，肌肤得以新生，达到美肤抗衰效果。三，仿生物学高频振动，进一步加速血液循环，促进代谢。四，以色列630纳米红光波护理，630纳米红光具有强穿透性，可以渗透到人体组织中，修复人体细胞，激活生物大分子活性。魔术眼量子提拉仪，眼部探头可解决眼部黑眼圈、眼袋、鱼尾纹、泪沟，改善眼型，消除眼部水肿，缓解眼部疲劳，提升眼角肌肤细纹。面部探头可针对面部提升、紧致、淡化法令纹、面部亮肤、面部按摩等一系列面部抗衰问题。下面介绍拓客操作演示。长按仪器下方调距按键盒，至仪器下方红灯亮起，则仪器启动。仪器下方左侧为振动模式按键，中间为射频能量模式按键，右下方为照明灯按键。长按五秒，灯光由弱至强，由强至弱变化。仪器下方调距按键盒，左侧为射频能量模式、振动模式增加按键，右侧为射频能量模式、振动模式减少按键，中间为仪器启动关机按键。取下仪器手柄，向右拧开眼部探头，更换眼部精华液。更换眼部精华液步骤，取下眼部探头，向左拧开探头上的精华液小瓶子，取出一支新的眼部精华液，拧开盖子，对接眼部探头向右拧紧，在手柄上装上眼部探头，一只手提拉着眼尾，由太阳穴沿着内眼角滑动，使精华液均匀涂满眼周肌肤，然后调节仪器下方调距按键盒的能量调节键，调节出最舒适、最适合自己的能量。启动手柄开始暂停键，探头由内眼角往太阳穴提升，反复操作，调节最舒适的能量。探头由内眼角沿眉骨往眼尾滑动，即可操作上眼皮。眼部操作建议时间每只眼5至8分钟。操作完成以后，取出眼部套盒里的眼霜，均匀涂抹在眼周肌肤，直至吸收。如需操作面部，首先按手柄开始暂停键，取下眼部探头，更换面部探头，取出面部抗衰精华霜，在脸部均匀涂抹，调节出最舒适自己的能量大小。一只手提拉太阳穴，探头由下颚提升至耳垂，探头再由嘴角提升至发际线，探头再由鼻翼提升至太阳穴，以此反复来回操作，建议整个面部操作时间30分钟左右即可。魔术眼量子提拉仪，您的眼部面部抗衰美容专家。